二次大战期间，当时在香港的英国政府为了抵御日本的入侵，曾在鹤嘴半岛布置十多个军事防御阵地，其中机枪废堡便是其中之一。走到机枪废堡，从往日放机枪口的地方往外看，便是一望无际的海峡。在这里，因为地处制高点的关系，视野非常辽阔，也很难想象当初用来作为军事堡垒的紧张肃杀的气息。在机枪废堡可看见这断垣残壁的另一种美，在这里仿佛可以听到堡垒诉说着他当初如何捍卫着香港岛的和平。